松松，여러분，안녕하세요，반갑습니다。我是在《如懿芳菲》饰演聪明勇敢的很精励之女，富荣的鞠婧祎。在剧中，我因一场预知人生的梦境，决定要逆天改命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많은 CCP 시청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.